等阵啊，你录影紧啊？唔系，直播紧啫。啊，嗨，大家好啊。Sorry 啊，我呢度读唔到你哋嘅留言噶。喂，观众 say 个 hi， 莫妮卡，我读唔到你哋留言。不过可唔可以麻烦你话俾你哋嘅朋友知，冇事先告知就录影有啲唔礼貌啊。Sorry， 由个 game 一开始我已经直播紧。我知道有啲人唔系好介意，但系我喺镜头前面好唔自在噶。Oh my gosh！ 我而家已经觉得好点读呢个字 ？Hi hi， 咁样使唔使睇魔术啊？其实我都净系识表演几个普通嘅小魔术噶咋，准备好未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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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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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咩事啊？表演完啊？你想出嚟？哦，哇！我唔系故意玩呢啲嘢噶，虽然害我分心系你嘅错，几时令你分心？呢啲都系你嘅错，我讲笑咋。只要我哋喺埋一齐，无论做啲咩都好开心。不过讲开又讲 ，sorry 啊，有时我要整理下我嘅思绪。但系放心啦，我永远都会揾到新话题。与此同时，我哋可以就咁样浪漫咁样互相凝视，咁样。你又出嚟啦？有冇得快转啊？莫妮卡，莫妮卡，其实这个应该是没品味的恋爱游戏，所以我有点好奇，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来玩这个游戏的？因为有观众介绍我玩咯。你真的这么寂寞吗？搞到我有点可怜你添。但至少最后我们两个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结局了。我遇见了你，而你都不再寂寞了，我忍不住觉得这是命运啊，你不觉吗？我很开心可以和你一起迈向这个结局啊。